津的紫皮实战。今天的话来看一下这款皮肤的话，我感觉还是蛮帅的啊，蓝色调，守夜人的金皮还有木偶师的紫皮，它都是一个偏黄色偏金色，但这款皮肤啊偏蓝色啊，比较帅气。然后这把给大家看一下咱们鱼人精打这个人类啊，这开局还是蛮不错的一波片啊，但是后面的话这个熟练度就没有那么高了，一个手势的话也有不少的一个失误。鱼人精这个角色的话其实玩好了还算是可以的。怎么样？你们看两台在修机啊？谁过来了？拉队人过来了。谁放屁了？都没有人，没有人那啥呢？救人了，反线把娃干掉，娃能重建设，但是没有存在感。哎，耶！我去，这波有点亏啊，没有 boss 的做瑜伽。啊，没打着吗？快挤过去了。